假如咳嗽的时候，如果说这个孩子对于牛奶有严重的过敏啊，他一喝牛奶以后就咳嗽明显加剧啊，我们这种的孩子会在咳嗽严重的时候要避免。如果说仅仅是过敏原检测，他牛奶是有阳性的，这个时候也不能完全给他避免啊，就是说不让他吃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观察，如果孩子咳嗽的时候，我们喝上牛奶，他咳嗽并没有加重，啊，或者是我们以后在喝牛奶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引起明显的咳嗽，那么喝牛奶对他没有影响是可以。对于没有过敏因素的孩子，喝牛奶是可以的。但是如果咳嗽的时候，我们就注意呢，给他喝常温的牛奶或者牛。